老爹让我来干活，天天在家搞那个宝贝鱼干，不干了，回家。老爹，你搞完没有？挖了老半天了，肚子都饿了。差不多了，撒把米糠下去，这样煮鱼更香。看看这鱼，绝对香。切点辣椒下去，切点大蒜、生姜。煮鱼下锅，加点料酒，下辣椒，来一点点盐，起锅。这可是我们山里的好东西了，好东西了，想不想吃啊？想吃来我直播间。